一句话惹毛一种职业。医生，这些药回去吃就好了。可是百度上说，室内设计，看我给您准备了两款设计。我昨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更好的，我给你看。工程师疯狂工作中。哎，别忙活，设计师又改图了。美术生，哇，这画得好好啊！哎，那你给我画个头像吧。健身教练，训练中。啊！教练，你快告诉我，如果我每天健身一个小时，一个月之后能轻几斤？你千万不要在我们锻炼初期去称体重，因为那个健身会让你变重。自媒体人，刚刚发了一篇推送后，居然是广告，取关了。我的外卖快递小哥，您好，您订单到了，麻烦出来取一下。啊，我还有五分钟到家，你等我一下。五分钟后啊，对啊，我还有五分钟到家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2 hours later， 你稍微等一下。拳击散打自由搏击训练中。你们打不过咏春吗？李伟志，马亮律师。出租车滴滴司机，我找不到你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。啊，我在一棵树的右边，我旁边有一群人来搬。程序员。这个东西没有十天半个月做不完，可是这个需求很简单啊。程序员2.0，停一下，你写的这个东西有 bug。 摄影师，您看一下刚才选的这个角度，我咋觉得你相机拍的还没我手机拍的好呢？还没我手机拍的好。英语专业出国留学，电视里播放国际新闻。现在电视里那个人讲话能不能不看字幕，给我们翻译一下。老师，我把孩子送到学校交给你，不就是为了让你把他教好吗？我孤独呀，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呀，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呀。房中介，给您推荐这一套性价比是很高的。哎，你们自己买房折扣很大吧，能不能以你的名义帮我申请折扣啊？律师啊，这个案子比较复杂，胜诉的可能性不大，原因是因为这方面。行，你说加多少钱能打赢？会计。哎，你想想办法，帮我少交点税。空姐，我过几天飞韩国。哎，那你帮我带几盒面膜回来呗。设计师，这已经是第七版了，您看哪里还有问题吗？哦，我还是觉得第一版比较好。行政，哎，你做什么的呀？我是行政管理的。哦，你们行政就是打杂的吧？每天很闲吗？哎，真羡慕你们。客服，您好亲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我要给你们差评。HR， 哎，这个招聘是需要时间的。啊，我的要求很简单啊，随便找找就能招到人。音乐专业。你们这种不好找工作吧？保安，你不就是个看大门的吗？如果您喜欢我的作品，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"黄一刀"。有毒。